往以前那个街，还是没有翻修啊。左边都拆完了呀。啊，左边都已经拆完了，那边的还是那个样子。我5年前来过一趟。现在来到处都变了。找不到了，根本找不到。感觉一点印象都没得啊。你没有？你几个月就搬回去了？哦，那我以前是在哪里？只能说那里是你出生的地方。我后面都没来过。有朋友说我来重庆四川哈，平时都不跟朋友在一起打交道。说老实话，我的朋友都在那些地方。今天我们在温州那边啊，温州的永嘉县欧北镇，那是我以前在那边待了7年的地方，在那边出发门。你看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房门厂。今天我又来到那里了，来到那里过后，今天晚上我就约了我以前的好朋友，还有我表叔，约了很多人，我们今天晚上在一起吃个饭。我们那一帮人现在还有很多在那边做厂长啊，做主管呀、还有做业务啊，做啥子岗位的有，都是跟那个本法有关系的哈。等一下他们到那边来了过后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吃点饭叙叙旧，也让你们看看我的朋友还是蛮多的，不光那一个地方有哈，福建、兰州、青岛，差不多就那几个地方嘛，最多。然后相对来四川跟重庆目前还比较少一些，因为我刚刚回到家里面也才2-3年时间，以后我相信家里面的朋友慢慢慢慢可能就会越来越多起来。好，现在我准备出发。路太难行了，先吃点，随便吃。他们跟客人在那边着急，他都在吃了。我边吃边吃边吃，我们边喝边来来来，坐到坐到坐，站不到都。彤彤，来干一个。你不进表叔公了？哎，进表叔公。暑假快乐。要天天快乐很，你看。哎呀，好久没回来，我跟你老板看到位。我是有5年没回来。他有十几年了。11年到现在。哦，那年你到了少半年了。我基本上每一年要到那个欧北来一趟。很多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在外面搞工程，搞了好多年，然后跑过来又回来，搞不了搞管理。你呢？我很少在欧北，都在外面。在外面啊？欧北应该是他是给那个老外在这边验货的，他是给我们国内验货的，把这边所有的地方他都知道，跑得非常熟，我都没到熟。江北街那边拆掉了嘛？我把车开到江北街，我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东西是吧？每天从那上班，在马路上班，从那路过嘛，对吧？完全变了，真看不出来。哪条街是哪条街都找不到啊！他都搞不清楚，他很多地方都拆了，马道那边都建了。对啊，整个推倒，推成一块平地，重新规划。走到老104国道那个，哎，还认得出来一点点。炒面、炒羊肉特别有味道，真的看起来很朴素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一下高速，很香很香，马上就买了一份。哎，他最喜欢吃炒面。表叔公特别给你推荐这一盘菜，你尝一下，这个炒面特别香。来来来，尝一下。一下高速，马上就买了一份炒粉，真的啊？他就要尝一下那样的味道。我跟他认识有差不多多少年？17年了。17年，马上就20年了。他都有15年，我跟他最久了，24年。哎，就是表叔带出道的。我学做法门就他教我做。现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我都没做了。手撕扇子骨，特别香。哎，连哥好香哦，闻到这就香。特别香。直接用手，用手。哎呀呀呀呀！直接走了。对，那个不讲理的。跟我一样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给他表点了好多菜哦，都很好吃。我跟他说的，我们要吃温州特色的，结果他弄的都是我们四川川味儿。哪里嘛？那温州菜、江湖菜是哪里产的啊？鲍鱼是的嘛？鲍鱼是温州菜嘛？是。海蜇头是温州菜嘛？是。鱼当就我们吃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哦，
我能够会点菜法子。嗯，对。我们喝酒好像是就这么几个人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的了，来来，小朋友，两位小朋友，来，走一来把嘴，哎，那那个，暑假快乐啊！来来来，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啊！来敬一杯。哎，你有没有感觉到温州是你第二故乡哦？对呀，温州就是我第二故乡啊！我在这里。待了九年了，知道吗？等于我的青春就在这里。对对对，小姑娘都是在这儿留在这里。对，这个是来自马岛。哦，都跟着我做。哎呀，一说起这来，开始回忆历史了，我们。就是感觉有点说不完。啊，一回忆历史不得了哎，二十多年的那个历史，真不开玩笑。你看我们今晚吃饭换几个位置。我是经常固定一个地方的里头吧，从来不改变。看这是有多少年没见，然后一年哈，一年到了，说到十点钟了还舍不得走。切出来，切切切，啊，收到了吧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我说了，不让我回来。下次记得看我直播的时候给我点赞啊！好嘞。好的，要不要你的钱？慢点，你也走，你也走。啊，早点休息啊，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慢点，晚上长点去，我带你去。好，要不带你到超大去？不用不用，我去我以前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嗯，慢走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想到你的老战友的老婆也是你的粉丝。今天晚上来的人比较少，因为你看我们说不一直说普通话，对，一直说普通话。对啊，你在这里就要说普通话，出门就要说椒盐普通话。这是我们以前在这里上班的地方，待了有七八年的地方，小杜待了有九年的地方，所以说对这个地方感情还是蛮深的。这一次过来就是想到周边看一看，转一转，然后再到以前的工厂再去看一看。主要是，大女儿也是生在这边嘛。对，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。就拍得很随意哈，大家见谅。主要是回到以前的地方，总感觉跟他们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，有聊不完的心里话。回忆啊，主要有很多的回忆。你想想，在一起待七八年是什么感受？非常非常熟悉，真的。好，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拜拜。说普通话，这几天都在说普通话。